一，拍照自觉关闭闪光灯，避免伤害熊猫眼睛。二，熊猫听觉很灵敏，看熊猫时不要大声叫喊。三，室内参观时不可拍打玻璃。园区内散养动物保持距离，不可逗弄围堵。五，不可攀折园区内植物，不可在竹子、树木等植物上刻画。六，不可拿饲养员视频或熊猫叫声视频在熊猫园区外放。七，不要把小孩放在围栏上，避免掉落，